Hello， 大家好。近期我们接到欧洲代理的打样需求，想用这款9米的三卡盘来测试一下设备的生产效率。代理的客户呢，目前从事的是钢结构行业，切割6米的工字钢比较多，并且需要整根钻孔。我们的设备可以完美的解决零尾料的问题。这台设备卡盘直径是250的，像闭合型管材加持范围在16到250，像这种非常规管材最大可加持到240。今天我们就以150×150的 H 钢为例，从管子的上料、切割和下料来测算，到底需要多长时间？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